不敲了是吗？啊，拍了吗？一定，我再拍你啊！啊，那假如你啊，好像你人哦，我知道他们怀疑是危险哦，这个在口袋或者在那个 bag 啊，我那个 rubber band 嘛，要拉起来很容易啊，就是太严重啊。 你去报警啊，去扩啊，都是要证据的，没有证据啊，就是没有 case 的。那突然就是拍完，刚才看到我放在帽子啊，我很多很奇怪的 accessory 啊，您在哪里啊？一个 few second 你就可以拍2个小时20分钟了，啊，那再按一次啊，啊这样，要再按一次啊。